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老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打过电话给我吗？我没收到啊。我怎么知道？那肯定是我在陪孩子游泳呢，没听见。谁知道你是在游泳，还是在干什么其他的事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是我没听见啊，是我不好。我辛辛苦苦的准备给你践行，你可倒好，海中戏水去了。没有了，你想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去跟孩子玩一玩，你都不能理解吗？我理解，我也想高高兴兴送你走啊，我还想在你走之前跟你多待一会儿呢，这一去半个月呢。好了，别气了，半个月很快的，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。这是贫嘴。你看我在厦门你也不放心，那去法国你不更胡思乱想了？你真到了法国，我倒省心了。好了，不管我去哪儿，我都是你的好老公啊。以后不许不接我电话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随时接电话。到了法国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让老婆担心。我去收拾东西。我去吧。我自己来吧。不用。那我去做饭了。喂，爸爸，我好久都没给你打电话了，你在那边好吗？我这边不好，你想想看啊，我深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，我能好过吗？而且那女人有什么呀？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爱，我的幸福，我恨他，我现在恨死他了。没想到我来送你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高兴啊？没有，茉莉她也在。她怎么也来送你了？她送我是很正常的事儿啊。那就说明我多此一举了，是吗？雪姨，大家相互都留点面子，好不好？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。看什么呢？这么专注。啊，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这么早？省着一会儿还得排队。